收家电做的一个旋转木马，可以的，投影仪。跟捷运中山站的储物柜彩绘，这墙上挂的都是7到10岁的小朋友的画，但是我要去6号出口，他给我一个票，他说可以投进去就可以过去了。去对面喽！嘟嘟嘟嘟嘟嘟，用这个票可以穿越，在这里投进去，我就可以出去喽。投进去。这里是2021年12月的圣诞节人潮，上有6车位，传感器。今天的到台北这里，明天去西门町的活动楼，早上是下午是活动，十楼到了，我要去101楼。这里是2个小城 ，OK 的。